军哥，我只要你看着我，对我说你不爱我。你说什么爱或不爱，我永远都喜欢你。那熊公公，请问一下哈，大花现在的情形不晓得是怎么样？应该是感冒引发肺炎。肺炎？大花现在一直在医院里面高烧不退，昏不醒，还一直喊着你的名字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大花，姐啊。该不会昨晚都没有回家，就睡在这里吧？我们大家都希望你开心，你应该要赶快忘掉过去的不愉快，追求你新的幸福。幸福？我还能拥有幸福吗？大华，我会用这一辈子的时间来爱你，所以你愿不愿意让我来给你幸福？